逢年过节，盆菜是必尝的一道佳肴。盆菜象征盆满钵满，也拥有喜庆团聚的意义。大家好，我是甘自来，今天我要为你们呈现这道包罗万有庆团年。首先把原蹄放入松厨魔法气压锅，再加入白萝卜、莲藕、香菇、蚝干，加入调味汁，盖上气压锅盖。有了魔法气压锅，只需15分钟。接下来用松厨平底万用锅烫熟芥兰花、白菜，捞起备用。接着烫熟干贝、虾，然后捞起备用。把锅盖打开，放入猪脚筋、蘑菇、鲍鱼片、海参、烧肉，再盖上玻璃盖，烹煮至滚，入味即可。把食材捞起，再把汤汁勾芡，然后把食材摆入松厨平底万用锅，顺序一层一层的排列。最后淋上汤汁，就能上桌与家人享用了。